沙民众或者经历亲人遇难的悲痛。立即实行停火是保护平民、开展救援、缓解人道灾难的必要前提。这是当前国际社会压倒性的呼声，也是安理会成员压倒性的共识。希望有关国家秉持负责任、建设性的态度，支持安理会就要求加沙立即停火采取行动。